今天我用30秒的时间教会你一道超级解腻又下饭的蒜泥茄子，让我们一起做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在市场上花了9.8毛钱买来的茄子，给它改刀切掉头部，再给它扒去性感迷人的外衣。蒸锅上气，咱们放入茄子，盖盖，咱们先蒸它10分钟。再准备一个空碗，放点大蒜，用我家20年的擀面杖温柔地给它颠成蒜泥。再准备一个空碗，放入春椒段，浇入滚烫的夜油，再把刚才颠好的蒜泥放入碗中，碗中加入食盐、鸡精、白糖，放入生抽、少量的陈醋，放几滴的香油，咱们给它搅拌均匀待用。茄子晾凉以后啊，咱们给它撕成小丝儿。家人们，看到这儿了，看在阿豪每天教做菜的勤奋上，能不能给阿豪点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，就是照屏幕戳两下的。阿豪祝您呢，青春有度，貌美如花，怎么吃都不胖，越来越漂亮。再把蒜酱倒在茄子上，撒入一把性感迷人的小葱花，就可以开吃了。